乎一名男子当开车是玩杂技，他独自驾着电瓶车，另外一只脚还掌控着一辆婴儿车，就这样一人驾两车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。小车内的婴儿两只小脚伸在车外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小生命正处于危险当中。这名男子不仅高难度的驾驶两辆车，还要闯红灯。不知道这名男子是不是孩子的父亲，这样的家长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。今日新闻编辑报道。